变形记农村叔外出放羊，看因他追赶羊的方式实在是太先进了。这一期变形记是在我们喜欢的沙漠里完成拍摄的，而且城市少年们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的不习惯，尤其是我们看到这里的生活条件真的是非常的艰苦，跟孩子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是完全不同。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们都养了很多的羊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收入，并且每天都是要放这么多羊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。在这里条件非常的艰苦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山，所以大家放羊也是非常的辛苦。羊群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的，我们肯定是追赶不上他们的。我们看到农村叔叔放羊一直都是骑着摩托车，要不然真的是追赶不上羊群的速度。我们看到农村的叔叔几乎每天都需要放羊，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非常的紧张，尤其是看到自己的羊群到处乱跑，心里也非常的着急，只能选择这种交通工具，要不然的话这里真的是忙活不出来。尤其是我们看到农村的叔叔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付出了太多的东西。